声音设计奖得奖的是李东西，《我存在原住民的影像实录》。一片黑暗草丛中，听到丰富的山林环境，带着紧张与好奇的探索，仿佛我们也在跟着镜头寻找。越靠近山腔，声响越大，营造出夜晚丛林氛围。音乐的悬疑感加强整体氛围，伴随枪声响，有别于一般纪录片形式，整体声音设计带有戏剧张力，相当出色。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李东西。안녕하세요저는부산에서온이동이라고합니다刚刚说我是李东西제가9년전부터대만에오기시작해서그만난사람이있어요처음에만난사람이대만타이완에서만난아근이라는그런친구가있는데요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他碰到一个朋友叫做阿根네아근그친구가지금은이제떠나서없는데그친구가지금여기이탈리아영화감독님을연결을시켜주셨어요아就是那位朋友帮我引介导演네그래서되게오랫동안대만에서이제그런이렇게시골에서그런원주민분들이랑이제산에서이제바닷가쪽에서계속지내면서그런원주민사람들이나그런전통에대해서많이보고감동을받았던것같아요在山上在海边我跟非常多的台湾的原住民朋友共度时间然后也学会了很多这里的文化그한국사람들도자기나라를진짜사랑하기로되게유명한데대만사람들도정말그런것들을많이그느낄수있는것같아요한국人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可是在台湾发觉台湾人更喜欢自己的国家네이번에오늘와가지고네감사합니다이번에이렇게그여기시상식에참여하면서되게많은사람들이이렇게대만의그런전통이나원주민문화나뭐지금현대의사람들까지이렇게그리고외국여기동아시아쪽에 다양한그런문화를연구하고영화로이렇게기록을남기는것에대해서되게감명이깊었습니다像今天晚上这个岛呢接纳非常非常多不同元素不同文化的境界非常感谢제콘트라베이스가여기원주민투르크원주민족그영화에이렇게배경음악으로쓰일수있게되어서너무영광이고너무기쁩니다这次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参与这次的纪录片的配乐的工作感到非常的荣幸네이렇게많은기회를준여기같이만드신친구그제작분들모두감사드립니다给我这样好的机会的制作公司跟所有的朋友非常感谢그리고제가이렇게까지그작업을할수있고여기서대만에서행복하게살수있도록옆에서항상지지해준제와이프이로에게감사를드립니다他可以快速适应台湾社会最主要是他的太太以柔非常感谢他谢谢